Hello， 各位好啊，阿布主又来了。今天我来带来一份西班牙 B5 口粮。这个西班牙 B5 口粮是晚餐啊，西班牙口粮也是分早中晚的，它这个都是一餐是一包。A 口粮是午餐 ，B 口粮是晚餐。咱们先从它的大小开始啊，看一看西班牙这个口粮，哎，这个体积比咱们这个海军单兵自热啊稍微窄一些，但是它这个更厚实啊，而且重量更沉啊。虽然它是一餐份，但是重量更沉，因为它里边有很多这个金属包装的硬质罐头啊。好，咱们看一看它这个外表，然后就打开它吧。它这个外层是一个比较薄的、比较脆的塑料的一个啊外层，然后里边是一个硬纸板的盒子。来，拿出来，是一个绿色的硬纸板的盒子。这叫什么颜色？这个颜色啊，一个屎绿色的硬纸板的盒子。打开来啊，首先是一份菜单，然后啊，咱把它东西都拿出来。好了，咱们把这个菜单都打开了。刚才我开菜单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它这个燃料有一块燃料已经破了，所以说染的到处都是，这些东西都染成白色的了，所以说我又清洗了一下啊。它这个菜单啊，因为里边有这个啊英文的对照，所以说我对照这个菜单，我大概能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。它包括它这个一个汤啊，一个蔬菜的速溶汤啊，但是我看了一下也是有点结块啊，染的这个白乎乎的啊，等会儿我看看能不能喝。然后就是两个主食罐头，包括一个桃子罐头啊，水果的桃子罐头，和一个这个火腿青豆罐头，然后一个鱿鱼副食罐头啊，然后一个不明罐头啊，我这个实在不明白他这个写的是什么，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谁知道的？啊，然后就是饮料啊，他给了我四份维生素饮料啊，足足四包维生素饮料，维生素 C 饮料，然后就是一盒火柴啊，一盒小火柴。然后净水片，三块燃料啊，其中一块还破了。这是一颗口香糖，然后这个啊消毒液啊，啊这个是很有意思，你能猜到这是什么吗？他给了一袋牙膏，让你用来清洁牙齿。然后就是一包纸巾和一个西班牙的小炉子啊。好，我来试一试这些东西啊。啊，首先我还把这个小炉子收到一边。来热这个主菜，我还是保留它这个小炉子啊，留着做收藏啊。咱们看一眼它这个西班牙这个炉子，它这个是折的啊。哎，我拿出来大概折一下，我就不用它。它这个炉子是这样，哎，这样一折，这两边对折啊，我就不折的那么狠了，对这样一下。然后这是两个支架啊，你可以支上啊，这儿正好放燃料，先把它恢复，留着这个小炉子以后用，或者以后我能搞一个啊炉具的这个军粮炉具的专场哈、啊。这个西班牙先放下，我还是先用我这个山寨德军小炉子啊。这个是先试一下它大小啊，因为之前我老是出错。行，能试住啊。首先还是先冲饮料吧。给了四份
这个饮料，它可能是它这三份餐啊，它这三餐可能是各有分别啊。它这个晚餐给了四份饮料，它应该是也会算到早餐或者午餐里边的东西，不知道呢。回头我试试，我下回弄一个早餐或者午餐，看看它这个西班牙这些三餐有什么不同。也是一样啊，白色的略微带一点黄色的结晶粉末啊，一冲很浓的这个啊水果味，橘子味啊，非常浓烈的橘子味。我找一下啊，因为它这个破损了这个燃料，所以说弄得我这个啊桌布上也满是这个碎的燃料粉末。味道比较淡的橘子的饮料，很淡的橘子的味道，并不甜，总的来说还可以。打开看看它这个火腿青豆，啊，是豆角，是一个豆角的菜罐头。打开之后味道倒是蛮香的啊，味道非常香啊，罐头不是非常的满，来尝一尝啊，看起来确实有火腿，非常香啊，西班牙的火腿是非常有名的呀，尝一尝。我喜欢这个味道，这个豆角很烂，炖得很烂，但是火腿非常有嚼劲儿，而且味道并不是很咸，因为有的火腿做不好味道会非常咸。我就用它这个已经破损的燃料吧，里边这一块破损了的西班牙燃料，啊，试一试西班牙这个小火柴怎么样？把这个，它这是个确实是纸片火柴。啊，它这个火柴倒是蛮好用的，一划就着了。应该烧着了，把这个小罐子热一热。好，我来用这个动一动它，这个汤走一走。好，下边来把它这几个小罐头都打开，先开开它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这个罐头。哎呦，看起来像是干酱啊，或者是是干酱吗？是个干酱罐头，但是莫名其妙的有点辣，这个干酱，西班牙的干酱，辣味儿的。味道很香，但是很辣，辣味儿的干酱罐头。看看这个，擦一擦，这是鱿鱼，泡鱿鱼罐头，
哈，一打开一股浓重的海鲜味儿。啊，整块的鱿鱼啊，来尝一尝。哈，整块的鱿鱼头，味道是很香，但是腥味很重，而且它这个鱿鱼里边没有腥，有沙子，我先放下。我来看看这个热好了吗？热好了，非常快，罐头比较小的原因。我来把它这个罐头拿下。感觉西班牙不好的唯一一点就是，它这个西班牙的晚餐没有给这个。西班牙的晚餐没有给这个啊饼干之类的东西，别了、它这个燃料倒是蛮给力的啊，先干着。鱿鱼看起来有些洒，先直接放到这里。我来把它清理一下。好了，我把它清理了一下。然后这个是最后的了，一个桃子罐头。看看它这个怎么样。哈，看起来很像糖水黄桃啊。感觉很像咱们的那个糖水黄桃罐头啊，那个我是蛮喜欢吃的。先喝一口汤。比咱们糖水黄桃那个汤更稠，而且更甜，放的糖应该更多。整块的桃子，尝一口。味道还是蛮不错的，汤很甜，但是桃子并不是非那么甜，味道很香，很浓的桃子味儿。回口还微微带点酸味儿，感觉是很不错。来，我把上回没吃完的这个爱沙尼亚找过来。爱沙尼亚它里面有饼干啊，弄两块饼干出来，弄两块饼干出来，配它这个啊主食吃应该蛮不错的。爱沙尼亚它这饼干就是法军的饼干。
很搭配。还要是哎，再搭配点饼干，这份口粮就很令我满意了。咱们的口粮里也会有糖水黄桃，就像是这个09啊，09单兵自热里边有糖水黄桃罐头。不过它那个东西，咱们那个黄桃大概只有这一块黄桃的1/2啊那么多，不像它这个基本上给了一个半桃子。尝一口，哈哈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这个鱿鱼啊，我真是吃不惯它这个鱿鱼罐头，又腥，而且它那个里边外边还没清干净，里边吃起来牙碜，外边还有那个鱿鱼的那个软壳，并不令我喜欢。但是它这个这几个小罐头，这个主菜奶青豆火腿是非常好吃的啊，就是感觉再加点盐就好了，味道有点淡，干酱是很不错。带一些辣味的干酱，而且回口很香，没有这个腥味儿，很看见没有，非常的细。